我承认，我很在意自己的肌肤外表。简单来说，我很爱美。哪有男人那么爱漂亮？很娘哎、欸！很娘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爱美是人的天性，就像谁出门不打扮，明星上台谁不化妆的道理一样。像我出任务毫不迟疑，救人绝对冲第一。爱美又怎样 ？Man 不 Man， 我自己说了算。舒适水次元变形刮胡刀。